谢谢张子颖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子颖，我觉得你这次有进步哎。为你落歌开始哈，我感觉你的迄个气氛拢带得很好。到了中午，爱人啊开始呢，你迄个假意松了一点点，是这样子，这个不是坏事哦哈。那个可能是你想做出来的层次哈，但是到了落尾上，让我感觉可惜的一个音。就是你上尾的迄个音，上尾的迄个尾音呢，你就忽然间抖擞起来。对你安怎，你应该心内有所，没有将它完整的把这个尾音包得更漂亮，做一个真水的一个结束，我感觉这上可惜。子颖老师好，你好，今天感觉有点小紧张。但是还是杀气十足，对，尤其你一开口，我想今天两位其他参赛者可能很辛苦。但是刚刚雅文老师讲那个有点可惜，就是那个最后面没有盯住，因为那一句其实是你可以得分的，但是没有加到分，有点可惜。 OK，